莫愁。我是特意来恭喜你的，听说你快当父亲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前几天碧霞姐来找过我。碧霞？她让我陪在你身边，好好帮你。你有这样的妻子，是你的福气。现在又何必说这些？是啊，说再多也是无益。对了，莫愁，有一件事情，还真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你还记得在泉县减免利钱的事？当然记得。当时你做了那么多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当初减免利钱那么难，就是因为楚国所谓的组织压在上面，要想让百姓过得好一点，那些老规矩该翻一翻了。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？楚国的旧制已经出现了很多弊端，如果再不更改，恐怕连祖先留给我们的江山都要保不住。我认为呢，屈原在危言耸听，想立自己之威，谋一己之利罢了。我并没有阻止子恒公子做储君，我只是选贤任能。连选储君你都要插手，你这是把火往人家眉毛上烧啊！